穿梭于代中，我非常喜欢运动，尤其是游泳。我都会在那个山里头游泳，就骑着单车，然后一直走到深山里面，然后跳下溪流，然后在溪里头游泳。那我自己觉得于代中他是一个很乐观、很大方、很爱笑。很喜欢热闹，很喜欢朋友的一个人。